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白色凉鞋。噔噔噔，来看一下吧，这款款式真的非常的新颖啊。它的跟高呢是有5厘米的，大家离近点看一下它的做工，做工和细节各方面都挺好的。这款呢它的性价比也是蛮高的，喜欢的宝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我买的是一个米色啊。这款米色我觉得非常百搭，夏天呢它配牛仔裤啊，或者是半身裙啊，或者是短裙、连衣裙都是可以的，可盐可甜的。这款款式设计我觉得真的很爱耶，而且这款鞋底呢它也是有点软的，穿上脚呢也不会觉得很硬啊，还是蛮舒服的。这款白色高跟鞋质感大家在视频里面肉眼可见啊，质感真的非常好，完全不输大牌的。大家看一下鞋底，看一下防滑，防滑的话效果我觉得就没那么好，所以下雨天穿的话姐妹们可能要当心一些啊，要注意一点的。这款凉鞋的材质呢是个牛皮材质啊，它的细节做的真的非常好。这个鞋跟下面呢是这种有固定线的，一般凉鞋的话这边是没有固定线，直接是用胶水粘上去的，穿的时间长了的话呢会有脱皮的现象，但这款它是做了固定线鞋底啊，非常牢固的，实用性呢还是非常高的。现在呢我们把它试上脚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鞋子已经穿上脚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穿上脚真的非常好看耶，这也太美了嘛。今天搭配了一个这种裙子啊，大家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裙子，都是可以搭配的，非常好搭的一款凉鞋，可盐可甜的。这款鞋跟的高度呢对于我来说是刚好的啊，不挑人群的，小个子和高个子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入手的，非常好看的一款鞋型。而且呢它这款鞋头设计呢是这种方形的啊，就很大气，简单又大方，这款凉鞋绝对不会撞款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看一下前面、侧面、后面，穿上脚呢也非常舒服啊，全方位的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款凉鞋呢也是粉丝要求出的白色系列的凉鞋，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一款，这款真的还不错，喜欢的宝宝可以放心去入手哦。而且它性价比呢也非常高，还有其他的颜色，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